阿能即讲吼，伊菜瓜即顶牙哦，包括侧牙、臭牙，这是寒害，还是药害，还是病害？已经有用药米素加吊车呢500倍，安尼敢有法度来恢复？老师，这个首先就是讲有可能吼，有可能是因为较寒，比如讲鸡啊吼，这种温度。啊，很有可能，然后你若无看缩加落啊，是虾米款哦，甚至会结冰都会吼。那么伊若是心害气吼，可能啊，伊会一个即个个顶来吼，即只要掌心哦，因为我看你个心尾有一个臭大，但是下骹个起来边啊，即个拢无啥要紧吼。生长点呢无被破坏掉，即咱拢腰骨没有什么关系吼，即啊真有可能吼，真有可能呢。啊，是因为这个寒的这个关系啦吼、哦。那么这阵啊，咱用药啊吼，低温要用药啊的时阵呢，啊，也是爱注意这个药啊呢，其实要稍微小心一点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呢，一般药害的这个机会啊，只要若卖讲任意吼，袂讲啊，这只寒加怎寒吼，卖、哦、有这种心态呢，啊，这多数就较无这款的这个问题吼、哦。所以这啊，你吊车冇用吼、哦，这药米素这种嘛，拢甲加斩落。咁啊，即应该真紧，伊就会当即个侧牙增生吼，即啊，只要伊那是讲迄个心脉那无完全叫害气吼，啊，目前我看起来是较无啥要紧吼，因为呢，啊，你啊种连下骹腰啊拢臭大气吼，即问题就较大，啊，即无啦吼，即掌心呢，看起来就是敢那心脉即个所在呢有小可，迄个侧牙出来吼，小可有一点点啊状况，但是呢。这个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吼，啊，甲喷两届啊吼，啊，有些话嗯嗯吼，有诶啊，因为低温吸收较歹吼，可能会出现着一寡这种缺铁性吼，那种是缺铁性黄化的这些问题，但是这真有可能是这个低温所引起的吼。那么伊应该是还有一个这个机会吼。那么看卖啊者吼，那总讲完全，并讲伊讲啊，要完。完全拢袂叮当吼，并即通常其他药啊嘛拢超大吼，所以你即目前看起来要还好吼啊，所以要搁有一个即、這个啊，还有这个机会啦吼，啊，但是就是空气是温度吼。还是很高吼、哦，那么寒害呢？咱即马就是讲啊，伫即种那是寒过了吼，即过啊类呢啊，已经寒过啊嘛吼，啊伊这寒过了呢，你一定爱啊一个即个小注意者吼，伊后壁会较容易缺钙吼、哦。那么所以咱咧用的时阵，你就是注意即、這个注意补钙啊吼，但是就是讲上。重要啊！这物件吼，都唔通去改啊，唔通去用足惯的，就讲啊，这真要啊，真要紧啊，真要紧，就去改啊，用足惯的一个这个肥料，安尼袂使吼。这个肥吼，就较慢一点嘛，不要紧吼。你后面呢啊，一旦小处理者吼，大概拢无啥要紧吼。就讲啊，稍微注意一下下啦吼，就讲啊，一旦小注意到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处理的方式。哦、那么唔免赶紧吼，唔免赶紧，即个药面肥也得一定要互伊食，啊是安怎吼、哦？那么甚至呢，有当时啊，像这两天啊，嘛是较冷吼、哦。那么有诶所在吼，像今年应该讲旧年吼，旧年开春迄阵吼，嘛有迄个寒流啊吼，差不多伫立冬，唔是立冬，立春进前即只只，伊嘛有即个寒流啊，但是就是讲啊，两公尔吼，即啊伫较山区诶所在，甚至像迄飞翻过啊树吼。比如讲，伊海拔1000公尺，迄种啊，即、這个雾霞迄个所在，伊个温度足低啊，透早接近于0度吼，迄做不得，差不多拢接近伫即、這个啊冰冻的即个状态吼啊，所以啊，即种通常鸡啊类的即个受伤呢，会比较严重。啊，那准讲啊，你看伊个叶啊，那是连累吼，咱咧看讲要救唔救，通常就是看讲伊个长是唔是连累。啊，长那是已经即连老朽拢连累，啊，这种呢可能就无，就较无解啦吼、哦。那么这款呢，就爱小心吼、哦，这可能就免去啊，不用再努力。啊，你迄个小花心脉吼，小花臭大臭大，但是呢，啊，即、这个有后边呢无啥要紧吼，甲、哦、看起来就是讲啊，基本上伊还够一点点啊，即个有呢。啊、还有机会、哦、所以呢，啊、我个人是认为讲，这小注意者吼，小注意者安尼就好啊、哦
那么啊，会当吼咱听众朋友呢，小知影者，就是讲一个真重要的这所在吼，特别爱提醒着，就是讲啊，咱看到讲啊，伊即马都开始慢慢咧恢复，咧恢复的时阵，咱有当时也要紧啊，要紧特别予伊即个啊，真济即种肥料啦，啥物吼要家落肥啊，伊个温度佫真低，你落肥落较济嘛无效吼，所以咱尽量就是讲，伫即个后面吼，即后面呢啊，家伊一点啊真薄的肥，比如讲。后面肥吼，即个千五倍、2000倍，薄薄也得好，啊加转一遍，哦，即薄薄也是讲加转一遍，啊，即、这个啊，即、这个效果会加足好诶，吼、哦，即唔通讲啊，我较紧诶，啊肥甲长落，咧等到伊心尾有咧叮当啊，温度有正常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要落肥甲来落，啊，或要大甲来大，即拢无啥要紧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即伫遮会当互咱好朋友呢，小做者即了解着，吼、哦，即通常是有即款诶一个。啊，这个经营，然后就是讲，那是会使哈。那么甚至吼，那是讲有大面积吼、大面积的这个冻伤吼，像这种的这个温度是不是有一个比较较大面积的这个冻伤的时阵，有个人讲啊，这是不是啊？当你若是有保险吼，这种保险都有理赔啊。但是有诶物件无啊多吼，那么可能就是讲啊、咱尽量家较紧家做一个即个修复吼，啊即啊后面吼啊，其实吼，即伫即个寒过了吼，寒过了呢，咱通常就是第一吼，即、这个水分吼一定爱适当诶一个注意，那总讲有条件会当遮阴啊，伫日头真猛一个即情形之下，适当加一点啊，加加一点啊嗯吼，因为伊迄组织冷吼。啊，有一部分的一个损失，但是无可能伤害。佮比如讲，伊伤害唔是讲达到完全的一个受损，但是已经有伤害，对吧？啊，有伤害，你若佮拄到每日移动袂掉，哦，所以若总讲有条件啦，吼，啊，咱中岛遐就小家己啊，食这日。啊，若总讲无迄个条件，就是注意这個水分的一个补充，紧一定爱甲顾好势。啊，但是千万唔通落肥吼，这落肥呢，这拢含咱即个落雨同款吼，落雨了，咱就是一二三，对无先。一定要先排水，先罐头过筋吼，然后啊做平衡来防止最后才开始落肥吼，这种嘛是同款去赶掉呢啊，后面会当因为筋吼拢要去戆戆吼，所以咱会当伫后面呢啊，可以足薄的一个这个肥啊，伫冷的时阵吼，要可以恢复上好的肥呢，就是啊含硝酸钛氮吼，然后有一点钙吼，然后钾吼，这三项物件。那么有的说煤比较差比较多吼，啊煤不是这个药，但是啊煤这个吸收的效果给足好的吼，这啊以植物呢较无这个问题呢，所以啊你所以你会当用，吼，比如讲拄只讲到啊，伫这种那是寒刷了的时阵，你会当啊利用咱的这个四美八钙这种吼，啊但是这四美八钙你得用，因为你要氮吼，而且是硝酸钛氮。啊，有一点点啊磷，然后它也有钾、有钙、有镁，各一寡药，安尼差不多已经得啊，营养分有够啊。但是呢，你咧用的这个后面的量呢，啊，一定爱互补吼，因为即马有一点点啊受伤吼、哦，这个原理含咱哪种讲人无拄好吼、哦，那么这个一定爱先养胃嘛吼，胃爱改，袂使讲一开始啊较紧的嘿啊，食一寡这个。较有热量、较油脆的物件，就甲冲落，好料就甲冲落，冻袂掉哦。啊，所以咱一定要慢慢来恢复起，先食一寡安眠啊，吼，一点啊热量，啊，有一点啊慢慢恢复啊，来要食好，啊，后边咧，较来食好。哦，这道理是同款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伫即个你也讲啊，我唔知啊，我手边啊，我唔知，我有硝酸钙，我有硝酸钾，我要用。做会用会使，啊，若无你嘛要搁有这个啊，这个、高钙镁吼，这伫摕伫这手诶真侪，咱种瓜啊吼，种瓜啊，你着卖搁去用这个平均诶吼，你着讲啊，干那这个氮磷钾无啥够，咱尽量就是讲细长吼。开较热嘞，可以大较好势，所以高钙镁你伫细长时阵啊来做这个苗起吼、哦，这个初期诶一个这肥料就好用诶。那么伫这个时阵啊，你提议来做这个啊寒害以后的修复嘛，真好用。但是这个倍数就是一定要放薄吼、哦。那么像你的鸡仔仔较软心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千五倍、2000倍拢不要紧吼、哦。啊，无够，咱后摆较个补就好啊。好、哦，嗯。